老花姨今天当一个善财童子给大家来送花了。这个呢是一个欧池兰，因为现在天气呢比较冷，很多的花呢给大家送不过去，这个比较耐冻。然后呢我们随机从这些个花友那个回复点赞评论的那个视频里面呢去给大家抽取一下。首先呢大家应该都了解啊，我是全平台都在做，因为我是很多的平台都在做的，所以说呢我们把所有的平台呢都放到像抓阄一样放到这个里面了。咱们呢就放到这个杯子里面，就这么摇摇摇，掉出来哪个算哪个。好，看一下是给哪个平台的花友发放啊，因为我毕竟呢是有限，大家也就是积极互动的参与进来，并不是说那个这是微是吗？是的，就是说要给微花友们送这个是吗？好，这个呢这盆花呢就送给微的一些粉丝了，关注我的那些花友。当然了，为了验证真实性，大家可以看到每个里面都是不一样的，每个里面都不是一样的，不可能都写微，不可能都写一个。你看这个就是今日图，你看看这个，好吧。然后抽下一个粉丝抽谁啊？你看这边是百家是吧，有很多平台的啊。这个从咱们那个视频里面抽他，好，就微博上面哈。然后这个就一个评论，那没办法了有两个转发，六个赞，你看到没有？有六个赞的，有一个评论的，这个咱们也不偏不倚的哈，趋势博弈，连评论加转发是吧，还加赞都有他是吧，那就给这个花友了。好了，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然后呢我要去私信他了，然后私信他，臭宝恭喜中奖，臭宝中奖了，回复一下地址，给我一下地址是吧。这个给他发不了照片吗？拍摄是吧，拍摄一下使用。拍摄是吧？就这个是吧？发送，发给他了，好吧，这样不就行了吗？我去关注他一下。好了，这个呢就是送给我们一个微信的一个花友啊。这个老花姨呢，经济实力有限，不可能做到人人都有份，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吧，反正就是送给花友们了，希望这个花友呢在以后的工作时间里面开心快乐。我是老花姨，也希望你们也开心快乐，拜拜了。